今天在街上面遇到个女的，说傻子你亲我一口，我给你只鲍鱼。开玩笑，傻子是那种人吗？是不是？是那种是为了几个鲍鱼就会飞一下的人吗？真的是，他把我看，好吧。我承认了，我赚了这么多的鲍鱼回来。哎呀，10到15分钟，我不知道今天这鲍鱼好不好吃，我估计那老娘们给的，我估计会肯定会很香。双击一下，嘿，尝尝美女。美女送的鲍鱼，看好吃不好吃？我估计这个味儿会很香，你知道吧？是不一般，是不是？其实这种小鲍就很好，你知道吧？摘掉，哎，小鲍，嗯，后面这个不吃，这个脏，这种的都是他那种肚子。里面那种消化的东西，对吧？就是高营养、高蛋白的东西，无论是孩子啊、孕妇，吃的特别好。谁呀，老妹？哎呀，吃多少我都忘了。给个双击，人家美女给的双击，爆头。我不知道有没有墨。有没有墨？吐了，喝多了应该是，喝多了你就在那里吐啊！你看，喝多了，嗯，你说连大米都没有，嗯，你这是啥呀？对不对？嗯，嗯，烫到不想说话。说不出来话。嗯。爪子比较好吃。把酱弄一截截。爆炒。哦。蘸酒下饭。哎。这大米。嗯。嗯，这一口咬猛了，要不咬猛的话，来吧，你再爆糖，双击给一个，来一个小迷你，你看看这小迷你，你看看你，人家都往下涨，你就要偏偏与众不同往上涨，你有2斤啊？你还是又什么呀？跟人就不同，你看，哎呀，这现在没有大米了，你看没有？现在没有大米了。啊，有木？老师问我木什么味道？很香的味道。你吃了就知道，但是你要给我个双击行不行？没有流量了吧？来来来，给一个。哎呀，你看，这样子的一个小迷你，有老铁老是会问我说，为什么你煮出来迷你它会腿往下面走，我煮出来就会这样子，我煮出来也是这样，你知道吗？它的腿也往上走，因为它一烫它，一激它。他就往上走了，你知道了吧？这个明白了吧？嗯，嗯，这大米，哎呀，哎呀，蘸点汤汁吃，蘸点汤汁，蘸点汤汁，哎呦呦呦呦呦，哎呦呦呦呦呦，你看这大米，看到没有？大米很棒哎，是不是？嗯，做它的时候你最好放点配菜，
放点什么那个萝卜，很香。放点那个火锅底料，很棒，知道吧？那你给我上。